小组手持破门枪打烂门锁，指导贩毒集团毒窟搜出大量分装毒品。嫌犯一伙人藏身桃园社区大楼，设立毒品分装厂，还用知名动漫当包装，吸引年轻人好奇吸食。警方逮捕罗姓男子和旗下两名小弟。那就是四个包包，里面还有，那里面是什么？有二级吗？都是三级。一身黑衣走在最前头，罗姓主嫌是竹联帮信堂分会长，日前被害人欠债70万，就把人上铐带回堂口凌虐，他还伙同小弟设立毒品分装厂。警方一共查获近3000包毒咖啡包，市价超过140万。疑似担心自己的这个毒品分装厂，在警方侦办华爱自由案件的过程当中被发现了，所以他们就赶紧的转移这个据点。只是小弟得知大哥被抓，急忙毁尸灭迹，把分装厂搬离。但警方掌握情资，成功逮人。记者杨姐、鲁欣采访报道。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，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愚帮你来打折。